我爷爷他就说，哦，这是吉祥的象征，吉祥鸟要保护它，所以我们就把它保护下来，就不准去扎。他经常啊，有时晚上来，白天也来，来家了就走。后来我们发现以后呢，我们就阻拦不准他们。我们的观点就是这样，出落在我们这里，我们来，它是一种生，我们要保护它，作为一种生态平衡来保护。